人已死，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，欢迎兄弟们。都说小杨哥是三只羊里面最惨的一个，不是被打，就是在被打的路上。然而小杨哥的每一顿打都不是白挨的，刚开播便疯狂挑衅大杨哥，惹来第一顿胖揍，随后再测试产品，竟再次恶作剧挑衅大杨哥，被大杨哥当场发现。 兄弟们，我最讨厌别人挑战我的底线。被大杨哥连揍两次的小杨哥一直怀恨在心，就在带货完玻尿酸蒸汽眼罩后，测试一款冲锋衣的防水性能时，小杨哥决定再次整蛊大杨哥。没想到这次竟直接把大杨哥惹怒了。我们三只羊跟那个欧普康斯，我跟那个欧普康斯合作了，他是做眼睛健康的，他是上市公司。 它的排名啊，应该是这个啊。这是我们跟他合作以来第一款产品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晚上睡觉都带这个。你睡觉的时候啊，你中午午休的时候啊，你在办公室在家中午睡觉都可以带一个，表面有一种玻尿酸，这样的话我们的眼会滋啊。这是玻尿酸的报告。它不是通过市面上那种粉状发热，看，不是粉，它是做成像醋一样，它可以发热到二十多分钟，就是发热时间非常长。感觉怎么样？暖暖的啊，热热的。 这个东西卖的最好的就是那个什么五王啊，他们非常贵，五盒他们的价格就要200块钱，五盒今天是我们是给他拿过来，五盒加给你加两边试用，你回去你可以试用啊，试用两边不满意，你试用两边不满意把它退了，对，满意就留着，多少钱？59.99，29.99，两盒加两盒，两盒也加两，建议买59.99，5盒的。打五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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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五
嘴哥直播读弹幕，全程被乔妹火力压制，简直不要太搞笑。Round one， 燃油车，只要你有挡风玻璃，只要你有雨刮器，都应该拍。喂，你拖拉机可以用吗？拖拉机有雨刮器吗？声音大什么？乔，好渴了，轻点说话，回答问题轻一点，好好说。拖拉机有雨刮器吗？嗯，好好说。这矿泉水多少钱一瓶？好好说。这叫玻璃水。矿泉水，问你矿泉水多少？你轻点说。这叫玻璃水。轻点说。两瓶玻璃水加两个去车挡风玻璃油魔镜，两个加起来四个，9.9块包邮3000单。问你怎么喝？前发动机盖。什么表情啊？什么表情啊？前发动机打开，拿这个加到那个玻璃水的那个容器当中，直接加进去就可以了。摩托车就挡风玻璃吗？哎呀，这你怎么加？吵到我了。切，摩托车不能用哦，因为摩托车的话，摩托车没有挡风玻璃哦，摩托车没有雨刮器的咯。普通的自来水雨刮器没有用，效果不好。加油站、汽车站、洗车店是不是要10块钱一瓶？1.3升，两瓶是不是得20块钱了？车开久了，挡风玻璃有油，怎么都刷不干净，不好，不安全。来，玻璃油膜镜啊，两瓶。再加，叫大家听不懂吗？叫再加，赶紧加。4瓶，9.9块上车。Round two。柯静薇的燃油宝，问你呢，什么问题？什么题？喂，买来送车吗？送你单儿，不能送车，因为我这是49.95块五瓶，如果送车的话，我们会亏本，我们不可能做亏本的生意，对吧？可以炒菜吗？我能发火吗？表情。这个是燃油车，就是你就燃油车，你大家能懂吗？就是烧汽油的车才能用。车子就像我们的老婆一样，一定要保养。在他身上吗？我操！啊，威夫，在他身上吗？不可以哦。柯静薇的燃油宝，
主要是除碳、节油、提速三个功能，看到没有？检测报告。现在你们可以到科劲威燃油宝的官方旗舰去看价格，他们三瓶就要卖到39.9块三瓶，整个直播间五瓶再给你送两个抹布，49.9块直接上车，一箱油加一瓶就行了，一箱油再加一瓶，这个可以用大概两三个月。我的妈！去七老板直接炸直播间，七老板在那直播，下播吧，没法看了，全屏都是七老板。昨晚直播间来了个身材很哇塞的品牌方，嘴哥一不小心把人家衣服拿走了，大小杨哥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，直接给整害羞了，留下不知所措的小姐姐一个人在原地打转。Nice， 你可以试下这个吗？这能带吃吃吗？啊，姑姑，妈，这样我看一下，我这是第一次，每天。大小杨哥连屏幕都不敢直视，小杨哥突然想起屏王七老板正在直播，于是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，竟让兄弟们去直播间喊话。尴尬虽然是化解了，七老板却被气炸了。七老板，兄弟们，去七老板直接炸直播间，七老板在直播。啊、怎么啦？我的妈，这个假的吧？这根本就，兄弟们，他什么意思？七老板直接要炸了。哎，播吧，没可看，全屏都是七老板。七老板会说一句话，又开始了。啊又开始了，他我想七老板直播的时候话都不在停，他应该给你停了。他不对什么？他假的！你们一天都被这些女人上当受骗欺骗你，你看内衣里面都在做，你以为你看到是真的？那都不知道塞了多少假的呢！你又看到那大的，你当面照他，给他一锤，你看给他一锤，直接就爆了。让嘴哥打他一拳，你试试，就这样真打了你。你是个狠人啊！我要下播，兄弟们，你说我下播已经杀过去了。兄弟们，我可不咽这口气啊！我这人就争强好胜一辈子，我马上给我那个啥。争强好胜了一辈子的七老板，在随后快速介绍完洗面奶后，直接现场穿好自己的制胜法宝，火速杀到了小杨哥直播间。娇润泉洗面奶，植物和氨基酸双重互配的洁面，这支洁面我在推荐它，其实非常的简单，我只希望大家看数据。三个月卖了800多万单，然后它的弱酸性什么都非常的温和，很符合皮肤，男生女生12-13、13-14岁的长青春痘的，20多岁血流不平衡的，30多岁的，就是它是一支可以放在你家洗漱台上，男女老少都能用的啊，800多万单你可以感受一下，洗面奶什么作用都没有。洗得干净，洗完之后肤感很好，不假滑不紧绷，它就已经做得很成功了。是的，洗面奶它是不含任何什么特殊的技术含量的，所以我完全一个小说法也能搞定。但是大家看一下它的生产工厂，科斯美诗，科斯美诗这个品牌你可以不了解，它是国内代工的三大巨头的这个，但是你一定了解迪奥、雅诗兰黛、兰蔻他们的代工厂全部也在科斯美诗，他一支洁面他都能用科斯美诗这种工厂给你做，你就应该了解他的匠心。80%的油痘肌选择了二次回购，67.7%接近于67.7%的将近于70%的干敏皮选择了回购。男生用这个洁面的时候，就是他特别要注意的，就男生你从来没用过洁面，从来，你长这么大洗面奶这个东西你碰都没碰过，你可能用的时候它会刺激到你皮肤里面的这个微生态，但是你坚持停了两次用，停两次用就没事了。一瓶30，两瓶就差不多。真人他太大了，我自己去了，我自讨气，我确实不行。疯狂小杨哥，你告他，真名叫张庆阳。嘴哥逆徒身份实锤，在直播间大放厥词，不仅要告小杨哥，还要把小杨哥告破产。小杨哥闻讯赶来，一脚把嘴哥踹飞。看到嘴哥狼狈倒地的那一幕，粉丝们纷纷猜测两人的师徒关系就此结束了。眼看节奏越来越大，就在带货完科劲威汽车燃油宝后，大杨哥匆匆现身与粉丝说明情况。燃油宝，科劲威的，有车的兄弟们可以看一下，车就像我们的老婆一样，不外借，但是要对她好。燃油宝简单就是三个功能，第一除碳，第二节油，第三提速。检测报告，除碳率96.4%，扭矩提升率0.24%，能提速，节油1.92%。现在你们可以到科劲威燃油宝的官方旗舰去看价格，他们三瓶就要卖到39.9块三瓶，整个直播间五瓶再给你送两个抹布，49.9块直接上车。那个兄弟们啊，我刚刚看有人在给他打地图。说嘴哥的地图，来嘴哥来，我们在直播间，不管是什么，咱们是给兄弟们带来开心，对啊，带来快乐，对啊，我们是该怎么玩怎么玩，我和嘴哥我们在直播间，我们一定是给大家做一下欢乐，
嗯，什么逆徒啊，当然是比这个人说的多虑了啊，不要多想。嗯，我们在直播间就是，投心的，就是发自内心的，希望给大家带来快乐，好好做一些内容。对，都是快乐。对对对，对，是的，不存在说，哎呀，你这个什么关系，我这个咋样了，我就不敢动手。好，我这个收敛一点，这样搞的话怎么办啊？好吧，好的，我希望大家多支持水哥。